样？艺兴呢？我觉得很开心啊，见到了我的君如姐，我梦寐以求的，我最想见的。哎呀！好了，你们说都是废话。突然一下把我搞紧张了，真的。那我有个提议，那君如姐给我们一个鼓励的抱抱，好不好？又抱抱，我当然很期待。我当然给你一个人。对，我觉得你们三个应该抱一下。对，我们三个兄弟先抱。我觉得你们三个应该真的抱一下。哎呀！你们真的配合得非常好。嗯。但是，哎呀，今天。但是必须，我必须看看今天谁是冠军。那个有冠军有一个有像，但是你没发现很多时候，当你有冠军像的时候，都拿不到冠军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要发挥自己投入的精神，加油！投入很重要，投入是很重要，抱抱也很重要。对啊，不管谁，给他一个人，不行，我先抱。主心吧，这一个，希望你继续努力啊！好，谢谢。继续努力，谢谢。你也继续努力，非常诚恳。哇，你这经验非常好，所以各有所长。那你说，我们三个男人，再拥抱一下。哇这帅哥！周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过关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上一场拥抱了我一下。我真的要给你一下鼓励的。为什么？鼓励的话，因为真的上一次的失败就。做成你这一次的成功。